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再来一条路。红毯的鹿港资讯，会跟鹿港的地址带出。比较好吃啊，这个都是啊，这个是花腹，你看它这个花爬到下面来了，可是这一只有肥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整个都是白的，所以这个会比较好吃。那这个嘞，这个是一般的鸡，我跟你讲了，做茶，这两只我去烤了，这两只我去烤了，我可以用袋子装吗？可以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会不会太大？谢谢谢谢。这只超肥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要盖完才攻。你去再去选白色的，你选啦，选白色的，不用啊，不用不用，这样就够了。啊，你不是在这边不选？我这个都看很大，也是买的。好好好，我去付钱。没有，王婷，等下再给我拿钱。好，好。没有，拿单没有。